身穿虚袍，一进去就会看见一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邻居，拴在那里，帮他解开吧，解开接来。如果有人对你们说，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就说，说主要用他，但是他会立刻把他接回来。啊，但是呢，对不起，他们去了，看见一批邻居身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他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群举重，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们在解开这个邻居做什么呢？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对他们说了，那些人就答应了他们。他们把邻居牵到耶稣跟前，把自己的外衣搭在驴背上，耶稣就骑了上去。于是多人把自己的外衣，另有些人把从天间砍下了砍来的六树枝铺在路上，前仆后拥的人都喊着说，哈撒达，奉上主的名而来的，应受赞颂。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维之国，应受赞美，哈撒达，归于至高的天子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Oh,
受难时。逾越节和无教节的前两天，司祭长和祭司设法要用什么诡计来捕耶稣，把他杀害。但是他们说，不要在庆前下手，免得民间发生暴动。耶稣在伯达尼赖病了西马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女人，拿着一玉瓶珍贵的储那耳朵香叶，她打破玉瓶，把香叶倒在耶稣头上。有些人很不满意，彼此说，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叶呢？这香叶可以卖300多块银钱，用来救济穷人。他们对那女人发怒，耶稣却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。因为你们常有穷人你们在一起，只要你们愿意，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行善。然而你们跟我在一起的机会不多了。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，他以前用香油复活我的生命，为了我的安葬做准备。我在告诉你，将来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什么地方，都会有人传说他今天所做的事来纪念他。于是那12门徒之一的伊萨加略人犹达斯去见司祭长，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听了以后不甚欣喜，答应付给他银钱。他就找机会出卖耶稣。无教节的第一天，就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，门徒问耶稣说，你愿意我们到那里去为你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？耶稣就派了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到城里去，必有一个人拿着水罐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走。他无论进入哪一家，你们就对他那家主人说，老师问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，他必指点你们得上一间不早的宽大餐厅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准备。门徒就出去进了城，所遇见的果然和耶稣说的一样，他们就准备了逾越节的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同12门徒起来了。他们坐下吃饭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，他现在正和我一起吃饭。他们就都很忧闷，一个一个争问耶稣说，是我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这12个门徒来出的一个，就是如果自己伸手到盘子里的那一个。正如经上所说的，人子不能要离开世界，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个人确实有的。如果他没有这身，为他更好。吃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感谢了，把饼分开，递给门徒说：“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然后又拿起杯来，感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死，新约的死，为大众所倾流的。我是在告诉你。”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和新主那一天，绝不再喝这杯酒了。
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别动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，我要打击你，因为路人牙齿就要自在，但是我父我一份呢，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亚去。”我多路对他说：“即使其他的人都要跌倒，我也不会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实在告诉你，今天晚上鸡叫两遍前，你要三次不。”我多路更加激烈地说：“即使我必须跟你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”众人也都这样说了。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去洗。”他带了伯多禄、雅各伯和若望同去，就感到惊惧恐怖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的心灵因上的钥匙，你们留在这里，也要急死的。”耶稣往前走了不远，就俯卧在地祈祷：“如果可能，使他不要经历这个时刻。”他说：“阿爸，父啊，你凡事都能做，请你给我免去这苦杯吧。但是要照我的意思，而要按照你的旨意。”耶稣回来，看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伯多禄说：“西马，你还在睡着吗？你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？警醒说，来祈祷吧，你的信力如何？你们的心里虽然好使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”耶稣又去祈祷，说了同样的话。他又回来，看见门徒仍然在睡觉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十分沉重，也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他。他第三次回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还在睡吗？还在安息吗？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，人子就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不去吧。看，那收买我的人已经……”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斯就来到了，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群带着刀剑棍棒的人，那是司祭长、经师和长老派来的。出卖耶稣的那人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“我口清神，神就是，你们抓住他，小心带去。”犹大斯一来到，便立刻到耶稣跟前说：“老师！”就恐惊了他。他们就动手抓住耶稣。站在旁边的人当中有一个拔出剑来，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，削下了他的一只耳朵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捉拿我，就像对付强盗一样。我天在你们当中，在圣殿里挑选的，你们没有来带我。但是这一事为了要应验经上话。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那时有一个少年，赤身披着一块麻布，跟着耶稣。众人也抓住了他，他就丢下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司祭那里，所有的司祭长、长老和经师也都聚集在那里。
我们过渡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大司祭的杂院里面，同差役们坐在一起烤火取暖。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都寻找证据控告耶稣要把他处死，却找不到任何证据。有许多人出面控告他，但他们的证据各不相同。有几个人站起来作伪证控告他说，我们听过说过，我要摧毁这座用我手建造的圣殿，三天之内要进殿做不是人的手所建造的圣殿。就连这个证据他们也不一致。于是大司祭站起来走到中间问耶稣说，这些人做这控告你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回答呢？耶稣却不作声，什么也不回答。大司祭又问他说，你是那位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墨西亚吗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你们将看见的儿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，躺在天上的云彩下。大司祭就撕裂衣服说，还需要什么见证人呢？你们都听见这孽色的话，你们看该怎样处置呢？众人都判定他该死，有些人就向他吐唾沫，蒙住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也用巴掌打他。伯多禄在下面院子里时，有大司祭的一个使女走过来，看见伯多禄在烤火，就注视着他说，你和那个纳扎勒人耶稣也是一伙的。伯多禄却否认说，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他就走出去到了前面，鸡就叫了。那时女看见他，又对站在旁边的人说，这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。伯多禄又否认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站在旁边的人也对伯多禄说，你真的是他们一伙的，因为你也是加里勒人。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立刻鸡就叫了两遍。伯多禄于是想起耶稣对他说过的话，鸡叫两遍而且你要三次不认得，他就放声大哭起来。到了清晨，司祭长、长老及经师们和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，就把耶稣绑起来，押去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司祭长控告了他许多事。比拉多又问他说，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耶稣还是一言不发，使比拉多大为惊奇。每逢这个节日，总督照例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。当时正有一个囚犯叫巴拉巴，和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囚禁在一起。群众上去要求总督照例给他们办理。比拉多问他们说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国王吗？他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妒忌才把耶稣押送来的，但是司祭长却煽动了群众，宁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。比拉多又对他们说，那么你们所称呼的这位犹太人的国王，我该怎么处置呢？他们就喊说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更大声喊叫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有意
就将你他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钉是把耶稣带到主的府的院子里，集合了权贵兵士，给耶稣穿上紫红袍，又编了一顶刺冠给他戴上，就向他致敬说：“犹太人的国王万岁！”然后用一根芦苇敲打他的头，向他吐唾沫，驱其朝外方。他们戏弄完了，就脱下他的紫红袍，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带他出去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有一个基勒乃人西满，就是亚历山大和都父的父亲，他从乡下渡过来，兵士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哥尔哥达地方，意思是骷髅地，就在磨药调的和酒给他喝，他没有接受，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又把他的衣服分开，大家抽签看谁得到什么。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正是上午九点钟，他的罪状牌上写的是犹太人的国王。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，一个在右，一个在左。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，他被钉于罪犯中间，路过的人都不如他摇着头说：“你这个拆毁圣殿三天之内重建起来的，救救你自己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”司祭长和祭司也同样讥笑他，彼此说：“他救了别人，却救不了自己。墨西亚，以色列的国王，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让我们看看，我们就相信了。”连那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骂他。到了中午，黑暗笼罩了大地，直到下午三点钟，这时耶稣大声呼号：“阿罗伊，阿罗伊，拉巴萨卡尼！”意思是说：“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死去了？”旁边有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他在呼唤厄利亚了。”有一个人就跑过去，拿了一块海绵，浸满了醋，插在一根芦苇上，递给他喝，说：“厄利亚，让我们看看厄利亚来不来救他。”耶稣大喊一声，就断了气。
用盐布裹好，放在岩石中造成了墓坟墓里，然后把一块大石头滚过来堵住墓门。那时，玛利亚·马德勒纳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都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。DNA one of DNA one of four 是一位德国的牧师，他呢世界第一站的时候在德国做了牧师，大概是1941年的时候，他做牧师的时候，他跟当时的政府有冲突，这里发生很多问题，因为他是为了他的团体教会的自己的羊群，他做领导领袖，所以为了他的团体，为了教会，因为他爱他们，他就问一问的政府，可以让他们必须祈祷，给公开的祈祷做到领导人不容易。这一位电信官夫妇那时候的德国的牧师呢，因为发生了问题，因为他自己愿意就去为他的团体领导他们，指引他们，为他们去谈一谈教会所需要的，因为当时的政府还不满意，因为他们不让这样的一个教会公开的来祈祷，继续他们生活。他们就把爹爹官方法这个牧师抓住了他，杀了他。这一位牧师为了他的团体，为了他的教会，舍弃了他的性命，把性命呢托付给天主，他做了很大的奉献。主耶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陪着耶稣基督上楼山呢，我们陪着他到耶路撒冷去。但是我们要懂一件事，很像那位德国的牧师一样，我们是否在心里想，我去了这条路，我参与了，我在这一时候是否让我为他人、为我的邻居受苦呢？我们时常批评别人、埋怨别人，然后讲别人的事。今天爹爹观落法这一位德国的牧师说，我们该多多想、多多过去为他人受苦。什么是为他人受苦的意思？我们如果想知道，想多多知道、了解，对为别人、为他人受苦的意思呢？我们该坐在这个十字架旁边，看一看十字架，是否这个十字架会给我们答案？想想看。在十字架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我做了很大的贡献，受难，他死亡，他的复活，就是我们要听到、看到
所以答案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可以跟着今天的拉萨去做的时候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何舍弃了？也就是耶稣基督对他的天父，对天主说的一句话，因为他愿意为我们受苦，他有这样做了祈祷。所以，主的圣子在今天就开始圣周，在耶稣33年在十字架上，世界上呢，他在3年里呢，做了很大的是从奇迹讲道理，跟着他的群众。现在他是还年轻，33岁不应该离开我们的。那时候时候到了，他也决定了为我们受苦。所以，我们有这个一个心机可以做的很大的可以说是挑战，就是我能为耶稣基督我能做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回家，我们在这一个礼拜我问一问是否可以明白我主耶稣基督呢？然后也忘记为他人，为我的邻居，为我的兄弟姐妹受苦，去探访病人，或是去拜访你所爱人的，去陪伴他们，去看一看了解，为他们受苦。这里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位青年，年轻时候他就死去了性命。从想到耶稣继续的这时候，他的母亲玛利亚也明白了。今天我们进入全世界清明日，我们祈祷，愿耶稣基督的精神，愿圣母妈妈，我们教会我们的母亲，会陪伴我们远去的亲人。今天我们停止一下，我们做反省，我们过度祈祷，也顺便去敬主，敬主。我是唯一的天主，人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无论有其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是唯一的主，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事之前，有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，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性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得救，从天降下。主，求你使我们因奉神耶稣的
求主应我们。Thank you.
我的歌颂。
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平安赏给你们。
尽他的，天子高了，尽他的初恋是罪。蒙特的父是你的人，